此题为浓硫酸，重量百分率98%，要配置为比重 1.5， 浓度为6 N 的硫酸溶液1公升，也就是将浓硫酸稀释为稀硫酸。而我们要知道，稀释为溶质额外再多加入溶剂，因此稀释前后溶质并不会跑掉，只是溶剂变多。所以稀释前后我们要知道溶质的重量，或者是溶质的摩尔数是不变的，改变的是溶剂的量。而基本上我们配置溶液取的是体积而非重量，因此我们就先假设取浓硫酸 x 毫升，因此稀释之前硫酸溶质的重量为溶液的重量，也就是体积毫升乘上密度，也就是比重 1.84 毫升分之克，两者乘完为溶液的重量，再乘上重量百分率为 0.98， 要等于稀释后溶质的重量。这时候溶质浓度为 6M， 6M 为6升分之摩尔，因此乘上溶液体积配置成1公升。然而摩尔数再变成重量，因此乘上分子量，硫酸为98克除摩尔。所以这地方乘完之后是指稀释前溶质的重量，这地方乘完之后是稀释后溶质重量，因为溶质稀释前后是不变的，所以就可以算出来 x 就等于326毫升。因为配置前后，我们可以发现溶液的比重不一样，所以溶液的体积是没有加成性的，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答案为 A， 也就是说取320毫升浓硫酸溶于600毫升水中，再加水稀释到1公升，也就是由320毫升变成1公升，而非 B 选项326加674，因为体积是没有加成性的。